二战时期，重庆的老百姓把来华抗日的苏联飞行员统称为卡秋莎。奶奶说，那次轰炸让他失去了母亲和弟弟，要不是库里申科，他也就早跟随他们去了。在50年代末，库里申科的墓地迁到了西山公园，库里申科的女儿伊娜也受邀来到万州。奶奶当时在西山公园做临时工，她第一次见到了伊娜。谢谢你，你叫什么名字？我叫谭小慧，是这儿的园林工人。谭小慧，我想请你帮我个忙。我想请你帮我照看一下父亲的陵墓，在他的忌日的时候，替我给他献上一束花酒，好吗？好。Дорогая моя Тома и доченька Инна, как вы поживаете? Сегодня особенно рад, потому что получил целых 2 письма от вас. У меня все хорошо. Здешние люди трудолюбивые, добрые, искренние и относятся ко мне очень хорошо. Я все больше и больше начинаю любить это место. Дорогая Инна, ты еще помнишь песню «Катюша», которую тебя учил папа? Как же не терпится услышать, как ты поешь. Выходила на берег Катюша, поплыли туманы над рекой, выходила, песню заводила на высокий берег.
潘小贵，你干什么呀？你这我打扫呢。我早已经安排人高敏守护陵墓了。你看看你，人家八点到吧，你七点到，啊，人家七点到吧，你六点到，人家六点到，你五点就过来了。你说你把活都干完了，你让高敏干什么呀？小辉啊，你的心情我能理解，可这活呢又累又琐碎，我怕你坚持不了才不让你干的。再说你家里孩子还小，也需要你多照顾啊。老园长，我答应伊娜的事我一定会办到。你要是觉得我孩子小拖了后腿，我立马把孩子送到乡下去。哎，走哪儿去啊？让妈妈亲一个。别跑了，哎呀，抓住了，抓住了，抓住了，抓不住了，抓不住了，哎呦，妈妈跑不动了。两个疯孩子啥事这么乐呵呀？啊，老园长答应了。真的？太好了，从今往后我终于能睡上踏实觉了。说什么呢？你好，我想请你帮个忙。哦，您请讲。老园长有一回感叹说，要是公园自己有人能给来扫墓的讲讲库里深刻的事迹，那就再好不过了。奶奶觉得这主意好，于是她的轴劲儿又上来了。格里戈利·阿诺基维奇·库里申科出生于苏联切尔卡塞一个叫齐列宾的小村庄，出生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州。你捣什么乱呢你啊？我没捣乱。出生于苏联切尔卡塞一个叫齐列宾的小村庄，切尔卡塞一个叫齐列宾的。哎呀，累死我了！累什么？对不起，我这是在锻炼你的抗干扰能力，是在帮你。格里戈里·阿诺基维奇·库里申科出生于苏联切尔卡塞一个叫……奶奶和爷爷的努力没有白费，没多久，奶奶就迎来了自己的第一批听众。为了支援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库里申科在1939年6月，来到中国。一天，库里申科驾机从万州起飞，去轰炸日军机场。老师，不对。怎么不对？库里申科爷爷是从成都起飞，飞过重庆，就轰炸武汉日军的机场。你怎么知道？我妈妈是库里申科爷爷的守陵员，是他告诉我的。啊，同志，对库里申科我就知道这些，要不然你给孩子们讲讲吧。我。也就是从这一天起，奶奶开始了兼职解说员的工作，还自作主张地定下了爸爸今后的人生道路。可是他却永远地离开了他的家人。告诉老师，你长大了以后想做什么？当然是和我一样，借我的班，为库里申科守墓。是吗？我告诉你，你爸爸今天才厉害呢。哟，你这做个饭怎么跟去挖了煤似的？什么好事情啊？老实交代。你猜。儿子，让你爸老实交代。
是什么好事情呀？我呀，不告诉你，也不告诉你。那我们就打他吧！别怎么，别怎么，快！打不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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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不着。都神经一晚上了，有本事啊，你一辈子别告诉我，你爱说不说，我还不问呢。小慧儿，小慧儿，我告诉你啊，我还不想知道了。哎，小慧儿，你听我说。我们单位分房了，我们家分到一套，就在南安的荣军疗养院旁，楼房一楼。真的？哎呀，你说，这么好的事儿，我们俩是不是该庆贺庆贺？没事。哎呀，讨厌讨厌。哎，小张，来看房了啊！看房，来看房。好，过两天咱们就是邻居了。那太好了，太好了！哎，这是我媳妇儿。你好，你好，你好，你好。行，那你们先看着，我就先走了。再见，再见。走。哎，你看那边。真好。好不好啊？好，好，我都说了好几遍好了，什么都好。只可惜离西山公园太远了。远点怕啥呀？过江有轮渡，市区有公交车。再不然，我背着你一个跟头就翻过去。你以为你是孙悟空啊？好了，都看了两个小时了。嗯，你慢慢看，我有事儿先走了。哎，小慧，这雨还没停呢。可是今天下午外宾扫墓，我就请了半天假。别说下雨，就是下刀子。我也得去啊，我走了啊。哎，小慧儿，哎，对不起啊。哎，同志，啊，你是要过河吗？对啊。渡船坏了。坏了。啊，谢谢啊。有人吗？有没有人啊？师傅，有什么事儿吗？这船真坏了。哎呀，机械故障。那什么时候能修好啊？我看今天要修好啊，麻烦。那我着急过河怎么办呢？要着急呀，往上游3公里，那里有个渡口。哦，谢谢啊，谢谢。小慧儿，你可回来了，累死我了。穷家值万贯，这东西还真不少。我呀，把能搬的东西先都划拉出来，等抽时间我就搬过去。哎，我都设计好了。我觉得过去啊，我们住大房子，中华住小房子，中华有自己空间啊，他肯定高兴。但是有一个最主要的问题，我一直很矛盾，就是我们的厨房到底是放在屋里还是放在楼道里？我觉得呢，各有利弊。如果放在屋里呢，这样用起来方便。如果把它搬到楼道里，屋里的空间就能大一些。师傅，师傅，我想问一下，您这船能天天按时出发吗？哎，那可说不好，还要看天气。再说啊，别看这船油光锃亮的，发动机啊，年头可长了，动不动
还要耍点小脾气。啊，谢谢啊。阿子，慢点跑，慢点跑，小心点。慢点。慢点。慢点。开心吗，儿子？开心。我跟你说呀，小慧，这套房子可是香饽饽，就因为我是技术员，表现优秀，组织上才照顾的我。我觉得啊，咱们啊也像别人一样，把厨房挪到楼道里去，这样呢，我们又能节省出一个空间来。等咱们搬过来以后，我就早回家给你做饭，肥肠格格、泡椒脑花、酸辣米粉，都是你爱吃的。我呢，吃完晚饭，我就教儿子吹口琴，我教他吹卡秋莎，怎么样？我会唱卡秋莎，我会唱卡秋莎，我给你们唱。来，儿子，过来，听妈妈说啊，妈妈和爸爸有话要说，自己在这儿玩会儿好吗？我想了半天，还是觉得这房子我们不能要。你真的想好了？想好了。哎，你这是干嘛呀？你怎么这么大脾气？那你还指望我跟你笑得像朵花似的？你知不知道我们能分到这套房子有多不容易？爸爸妈妈，妈妈，你忘了你给我念叨说想住新房子，说要是能搬新家，保准把每块玻璃擦得明净似的。好了好了，我求求你，别生气了好吗？对不起啊，这件事情是我做的不好。儿子，我谢谢你，都是妈妈不好。来来来，打妈妈几下。我要爸爸，等一下，好吧，妈妈不好。儿子，乖，不哭不哭啊，爸爸要你也要新家啊。儿子，不哭不哭啊。小慧，啊，老园长。啊，你干活呢？啊，你找我有事儿啊？你别干了。为什么？上级来检查了，说你这个卫生不合格。我怎么卫生不合格了？哪儿干的不好了？哪个上级说的？说你没干好就是没干好，你守护陵墓不尽心。那就是给咱们公园抹黑呀！我怎么变成就不尽心了呢？我怎么给公园抹黑了？你把话给我说清楚！别说了。
放心，妈妈这次一定听我的，我们马上就搬过去。太好了，太好了，我要爸爸妈妈，我也要新家了。走，我们现在就找妈妈去。找妈妈喽。老院长，我答应过伊娜，我心甘情愿地守护你。我还下过决心，我说我绝不偷一丝一毫的懒。可是现在，求求你告诉我，我该怎么办？我自己都不知道我该怎么办了。妈妈，妈妈，儿子，妈妈，你怎么了？谁欺负你了？没事儿。小花，老院长批评我，说我没尽力，给公园抹黑，对不起故里生科烈士。你别难过。老院长当兵出身，他性子直，他可能没那个意思。希望，我求求你，我们能不能不搬新家了，好吗？要不然，我真的没办法做这份工作，我恨不得一头扎进长江里。我，希望。看到奶奶这么难受，爷爷心软了，忍痛放弃了江对岸的那套楼房。谭小慧，谭小慧。高敏，刘三仔，这是最后一张啊。谭小慧，完了，完了，唱票结束。现在我宣布啊，经过吴继明投票选举。这次转正的临时工是谭小慧同志。对不起啊，我知道了。饿了吧？不饿，饱着呢。妈妈要是被选上正式职工，每月就能多领9斤粮了。哇，那么多呀！那我每天可以多吃一个菜团子了。高敏。你等等我。在那个时候，多争取几斤粮票，吃饱饭，几乎是所有人唯一的追求。后来，奶奶每月都会把粮票分一些给高奶奶，帮助她全家度过了困难时期。爸爸，你快点儿！爸爸，快点儿！妈妈，妈妈！小慧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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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慧儿是你喊的吗？走，找妈妈去。你好，库里申科。告诉你个好消息，今天我转正了，都是沾你的光。因为有你，大伙才那么敬重我，我得谢谢你。我，不，应该是我们全家一定说话算话。把你的墓
守护到底。妈妈，振华，哎，妈妈，振华跑慢点。妈妈，儿子，哎呀，小慧，看来小黑斑我们都知道了。儿子，从今天开始，妈妈是正式的工人了。高兴吗？开心吗，儿子？妈妈，每天给多少个菜篮子了？住手！谁敢铲花？谁敢铲？要铲花，先把我铲了。小慧，这是园长的意思，也是上级的要求。哎，小慧，哎，你要干嘛呀？小慧，别打！你打我干嘛？我打的就是你，谁让你搞破坏？我打你怎么了？我你们打你！住手！小慧，你别打了！住手！小慧，大半夜装神弄鬼的干什么呀？我不放心，还是想去趟陵园。大半夜逛公园？谈恋爱的时候你都没这么浪漫过。不行，这我得跟着。真的假的？真的。你也是，老园长要种菜就种呗，刮菜带粮，度过饥荒，全国都这样啊。我不管那么多，我就知道陵墓前不能种菜，一男来了要是看见一定会难受的。我敢肯定库里申科也不会同意。我觉得那墓碑啊，那塑像啊，都是有灵性的，都是活的，我干什么库里申科都能看得见。院长，啊，我来，我来，来，给我吧，我来，给我，给我，我给我吧，好。后来老园长和奶奶说，晚上他也死活睡不着，觉得在烈士陵墓前种蔬菜确实说不过去，就赶回去休整了一遍。有空啊，得把这顶棚修修啊。好，我们再检查一下。没事吧？小慧啊，孩子下乡插队走了还不到三天，你就病倒了，让你休息吧，偏不听。啊，怎么样？没事吧？里头说，希望是突然晕倒的，医生检查说是突发脑溢血，现在不能搬动他。希望现在已经醒了，你待会儿见他，一定不能哭，不能哭啊！听说得了这个病，就
个会红光满面。你仔细看看，我现在算红光满面了吧？别胡说，会好的啊。小慧啊，有一件事，我对不起你，来年芬芳，我怕你为了守墓不要新家，就私下求老园长辞退你，假装发脾气赶你走。对不起，你们两个都受委屈了，是我对不起你。趁我还在，要生我的气，你就多捶我两下吧。我恨你，恨你，恨你，恨你！我恨你，恨你，恨你！我好恨你呀！爷爷去世不到一年，爸爸从农村回到了城里。你小心点，你听我说一句，你还是别去了吧。今天刚种上的花，我又刚搭上的棚子，不放心啊，还是去看看吧。慢点慢点。你们两个人想干什么？
你们什么人？我告诉你们俩，今天谁要是挡我发财的路，我就对谁不客气，继续砍。住手！妈，我告诉你们，你们是要敢砍这棵树，先把我给砍了。拉开！你敢？你干什么？干什么？住手！你个混账不争气的东西！你个混账不争气的东西！混账！混账东西！混账！妈，撒手！妈，你撒手！躲开！老园长昏迷了三天三夜，终于被抢救过来。奶奶常说，之前是库里申科救了他，后来又是老园长救了他。三年之后，老园长在家乡病逝。妈，您能不能别守墓了？您现在一个人身体也不好，万一要有个头疼脑热什么，多让人担心呢。那你是不打算去深圳了，准备留下来陪着妈去公园工作？我那几个同学他们已经在那边站住脚了，我还是想过去跟他们一起去创业。好啊。我就不明白了，您为什么非要抱着这个陵墓不放呢？让别人去干不好吗？妈，库里申科烈士，我儿子问我为什么非得给你守墓，你告诉他，我答应过伊娜，一定会为库里申科守墓。老园长临走的时候我也保证过，你要换成我，你怎么做？儿子，库里申科和老园长对妈的这份恩情，你要觉得和你真没关系。你想走，你走吧。妈，妈不拦你。
在这儿啊？高义武，你不走啦？太好了！你知不知道，你爸这一走啊，你妈就跟掉了环似的，她整个人都蔫了。你这一回来，她完完全全变了一个人，总算是活过来了。大家都担心你一走怎么办呢？她就彻彻底底垮掉了。现在你不走了，太好了，你妈得多高兴啊！好孩子。库里申科烈士，我把我儿子带来了。库里申科烈士，我决定到公园工作了。我向您保证，我一定会像我妈妈那样，尽心尽力为您守墓，天天陪伴着您。高爷，我跟您说呀，这位就是郭美丽，你看长得多美丽啊！她呀，可是东风商场的售货员哦。你好，我叫郭美丽。哎，你好，你好，我叫魏中华，我在西山公园工作。我经常听高阿姨说起你，她说你吹口琴吹得可好。美丽呀，中华不仅口琴吹得好，人家还是位多才多艺的园艺师哦。园艺师？那可是大自然的美容师，是一个高尚而美好的职业。中华，中华，那你跟美丽好好聊聊，阿姨先走了啊。哎，啊，高阿姨，我没事儿，美丽，好好聊着啊，再见再见，阿姨先走了啊，阿姨你慢走，好好聊啊。你不请我跳支舞吗？魏大元医师，你在看什么呢？没看什么。你愿意送我回家吗？你不愿意呀？我愿意，愿意。
你这师傅啊，这鱼是刚打上来的。是啊，你看看，刚打上来还不到半个小时呢。你看看这家伙活蹦乱跳的。怎么，这位大姐，这一大早你就到江边买鱼，是不是家里有什么喜事啊？今天不是星期天吗？我儿子的对象第一次上门。哦，小姑娘是东风商场的售货员，好着呢。哎呦，喜事啊！嗯，你看你多有福气啊，这么年轻就要当婆婆了。哎呦，你说的好，拿这条最大的。这条大来。哎呦，这条我来，我来，我来，我来。哎哎，姑娘们，你们好好看看吧。我跟你们说呀，自从这个中华到了我们公园啊，大家都说我们公园的景色呀，一天比一天漂亮喽。所以呀，美丽，你以后啊，可以天天来这儿看这美丽的景色了。我跟你们说，你们家园林盆栽花花草草，我们家中华全包了。好啊，中华，中华。哎，高爷。哎，来这么早啊？啊，你在这儿干嘛呢？我没干嘛呀，我扫地呢。哎，你不是园艺师吗？怎么还要打扫卫生啊？这也是我工作的一部分。你每天都要做这个吗？我不光做这个，我还得守护林园呢。那他哪是什么园艺师啊？其实不就是个守灵的吗？你早怎么不老老实实跟我说你是个守灵的？哎哎，美丽，美丽啊，美丽啊，中华他真的是这儿的园艺师。高阿姨，我还有点急事儿。骗子。哎，美丽啊，美丽，走。哎，你说你这会儿干嘛非得跟他提什么守灵的事儿吗？高阿姨，我就是个守灵员，他瞧不上我，我还不稀罕他呢。哎，中华，中华，妈，人呢？他临时有事来不了了。不是说好的怎么临时有事儿呢？做这么多菜啊？儿子，没事儿吧？没事儿，妈。妈，菜做好了，吃饭吧。哎呀，真香，都是我爱吃的。嗯，妈，你也是。我听高阿姨说，美丽这个女孩特别要求上进，那你以后得多支持她，多鼓励她啊。嗯，支持支持。啊，高阿姨还跟我说，妈。吃饭吧。这鱼可真够新鲜的。儿子。妈，你也吃一块。妈，我求你了，能不能别再提他了？不提他了，提他干嘛呀？这个人我们永远都不要提了。高阿姨跟我说了，说她这儿还有个女孩呢，比她漂亮多了，小学老师，人也好，脾气还好呢。我们再见见，好吗？妈，我知道你什么意思。你不就是想赶紧给我找个媳妇儿吗？可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我倒是也想，做梦都想。哎呀，
周华。阿姨，我……哎呀，你不用动啥嘴皮子，你那点心思呀，阿姨比你妈心里都清楚。关键是人家姑娘都来了，你好歹冲阿姨的面子去见上一面。哎，用你们年轻人的话说，如果你跟她不来电，你转身就走，阿姨不怪你，啊？高毅，我正忙着呢。嘿，杨。高毅，我哎，我去。哼，傻孩子。好听，这是库里申科最喜欢那首歌。我觉得歌里的卡秋莎就是库里申科的爱人。小时候听你妈妈讲，库里申科给他的爱人写过好多信。我妈经常会在我耳边絮叨，絮叨多了，我自己都能背下不少了。那你现在背给我听听。嗯。亲爱的托马，我刚刚完成战斗任务，回到住处，就在灯下为你写信。看着窗外，爸爸不止一次地跟我说，他和妈妈相识仿佛就是库里申科冥冥之中安排好的一样。你们都还好吗？除了替库里申科守灵，爸爸还一门心思钻研园艺，为公园培植创作的盘扎获得了国家一等奖，他也被评为重庆市的高级园艺师。慢点。嗯。累不累啊？还好。医生不是说了吗？平常没事的时候要多出来活动活动，爬这个阶梯啊，就当是锻炼身体了，将来生宝宝的时候也不会太遭罪。等宝宝一天天长大，估计我要更累了。没关系，我每天都会陪着你，大手牵小手。你说，要是等宝宝生下来，再加上一个保姆，就咱们那房子，该脑壳碰脑壳了。换大房子的事儿，我妈没跟园长提，我提了。园长怎么说？没关系，车到山前必有路，办法总是有的。看着脚底下。嗯。医生说的话呢，你都得记住，往心里去。同志，您是找我？请问您是西山公园的园艺师魏中华先生吗？我是啊，请问您是？哦，鄙人姓胡，
这是我的名片。哎，百世金谷实业有限公司胡晓军，总经理。您好，胡总，请问您找我有什么事？我找您有件大事，是一件大好事。魏先生，你好。哎，你好，你好。这边请。哎，好。哎，小心点。哎，胡总。嗯。这饭也吃了，酒也喝了，您就说吧，希望我为您做点什么。我们公司要在万州开发一处高档别墅区，魏先生，我想聘请您成为这个项目的景观园林设计师。你是想让我跟您一块下海？对，用你自己的一技之长改善自己的生活状态，也好让你的老母亲安度晚年啊。跟您说句实话，我妈这辈子过得可真够辛苦的，是我这个当儿子的没用。我们给您开出的条件，包底，年薪十万。哦，对了，还有，我们还会为你提供一套三居室的住房。要是觉得不满意，有什么条件随时向我提。不不，胡总，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就觉得太突然了，这么大的事儿，我应该跟家人商量商量。好，我随时等候你的好消息。哎，真想好了，真要离开陵园。我就想多挣点钱，然后换一个大点的房子，好让你、兰兰还有肚子里的宝宝有个好的生活条件嘛。一年十万，还给分房，那个胡老板可信吗？也是，家里的房子确实又旧又小，别人要真能给你分个三居室，倒也是件好事。你走的事儿，单位会同意吗？我想办个停薪留职，这样也符合国家的政策。当年你想找工作，国家给解决了，现在又想下海挣钱，又赶上了停薪留职的好政策。你们这代人呢，算是赶上好时候了。妈，我真的觉得这次是个好机会。你答应人家个？还没确定呢。不过你看现在外面的世界早就天翻地覆了，让我天天在陵园里面空耗着，我觉得没有办法实现自己的自身价值。这么说，是妈耽误你前程了。妈，我妈，好，非常好，不愧是园林大师的设计。哎，那就好，那就好。哎，要是胡总您没什么意见的话，回去之后我就抓紧时间敲定落实了。好，没问题。你回去之后呢，尽快把这些平面图变成效果图，客户也就一目了然了。哦，明白明白。那行，那我先走了。好。哎。哎，你好。胡总，这份合同是您签的吗？是啊。这年薪十万是不是有点高啊？不高，正好。哎，这个就是那个人设计的。啊，这就是他画的。嗯。不对呀，这一期规划里边没有这个园林花园啊，这是二期里边，在这个位置上还要盖两栋楼啊。所以呀，这是一期的规划，二期可以再改啊。我刚才仔细看了一下，这儿家具挺贵的，要不咱们换一下看吧。看看总行吧。再说了，咱们这可是给妈选东西，
我都想好了，大卧室让妈住，床呢咱们得给妈挑一个大点的。妈年纪大了，腰不好，床垫还得硬点，就这种厚厚实实的。来，过来试试，你看这种怎么样？怎么了？我觉得我妈能有你这样的儿媳妇儿，特别好。行了，别肉麻了。妈辛辛苦苦一辈子，是该好好享享清福了。就是妈一把年纪了，还得天天看护林园，真担心她身体吃不消。翻过山呢，就是西山公园。等库里申科木一搬走，原地就会建一座娱乐城，会有酒店、KTV 等各种娱乐会所，完美的配套设施，充分满足业主的各种生活需求。您好，您刚说什么？你说库里申科的墓要搬迁，谁说的呀？您放心，昨天开会的时候，我们老总亲口说的。胡总，哎，那个张总，您先走，您先走。好的。胡总，我不为别的，我就问你一句，你听谁说的库里申科的陵墓要搬迁？你怎么能用这样的由头来卖房子呢？魏大设计师啊，这么跟你说啊，客户把房子买了入住了，陵园迁不迁他们就管不了了。你要这么说，那就是不折不扣的欺骗呐。话可不能这么说，这叫营销手段。哎呀，跟你说多了你也听不懂。这样啊，你回去老老实实的搞你的设计，我呢安心卖我的房子。你等会儿，我是这个项目的园林设计师，你这么做是捞下水，你知道吗？你听我跟你解释一下。停，你要是一意孤行，我退出，我不干了。哎，你怎么样了？你发脾气了？这摆明就是欺骗嘛！他们居然还拿说是我设计的来做宣传。行了，不说了，讲点开心的事吧。看房吗？房挺好，真好。哎，咱们把主卧留给妈住吧，到时候我把床放在这儿。对了，还有客厅。客厅，我看见客厅，我是这么想的，到时候呢，把餐桌就放在这儿，不，还是把餐桌放这儿吧。我们一家四口在这儿吃饭，这儿放沙发，然后在这儿呢，再买一张躺椅，到时候妈想看电视看电视，想看江景就看江景。工作的事儿，你都决定了？决定了，不犹豫。不干了，辞职。你要是辞职，那这房对不起啊，对不起，就是委屈你了。我们还年轻，没事的。只是妈，她辛苦了几十年，连套好房都没住过。谭阿姨，胡总，时间差不多了，该入席了。谭阿姨，我说了，我不吃。谭阿姨，我是诚心实意的想请你吃饭。我来不是为了跟你吃饭，我来就是为了告诉你，
想拿库里申科炒作糟蹋库里申科，我不同意。他阿姨，你还记得十多年前的一个晚上吗？那天下着雨，几个年轻人想偷偷砍树，最后老院长把腿砸伤了。你就是那天晚上带头砍树那个？那你怎么还有脸站在我面前跟我说话呀？怎么有脸呢？你知不知道，就是因为你，老院长才走得那么早啊？我知道。你知道？你知道他是我爷爷，我是他亲孙子。那年返程，我没有找到工作，就想做点生意。因为兜里没有钱，所以那天晚上和几个同伴一起想砍点树拿出去卖钱。谁成想是这个结果啊。谭阿姨，我拿零元炒作只是为了房子好卖，至于聘请魏中华，那是因为他在专业上的确有一套。我看他的生活太辛苦了，您也奉献了大半辈子，我这么做就是为了帮他，也是帮您。你爷爷要是活着，也一定不会同意你这么做的。房子你拿走，新衣我领了。决定了，不改变了。嗯。就是因为你母亲不同意是吗？不，这回是我自己做的决定。您说对，商场上的事我不懂，但是我压根就不想懂。道不同就不相为谋嘛。我终究成为不了像您一样的人。人就是应该选择适合自己的路走嘛，您说对吗？要是我现在就改变售楼宣传，不再提陵园的事情，你还辞职吗？别，胡总您别勉强，您也应该忠于自己嘛。再说我现在特别的轻松。对不起了，不管怎么说，我也得谢谢你。我们的楼盘最大限度地利用了空间，而且每个房间的设计布局都非常合理，可供选择的户型也很多。我们老总说了，为了纪念库里申科烈士，凡十天之内签订购买意向书的，可享受9.5折的购房优惠。多优惠点啊！姑娘，你前几天不是说库里申科墓要迁走吗？不迁了，您放心，库里申科墓啊不会迁走。子杰，哎，时间不早了，快去公园见你奶奶吧，别像上次似的，她又把自己给走丢了。您说我奶奶退休都800多年了，正经事儿记不住两件，就是忘不了天天往陵园跑，一辈子啊一直守着一个外国人的墓，真是狗血。你怎么说话呢？你奶奶现在身体能健健康康的，就是因为有库里申科这样一个念想。你这话娘娘奶奶听见了，非打断你的腿不可。小混蛋，我懂，其实我都知道，我是真心佩服我奶奶，
就是他的表达方式吧，稍微浅薄了点。行，那我现在过去。你就在这待着吧，哪儿都别去。还是我去吧。没事儿，我跟您一块儿去。来一下，来，我去一下。老人是轻微的脑溢血意外，好在你们送来的及时，现在没有什么大碍。谢谢。不过有件事情我要提醒你，老人年纪大了，尽量不要让他单独外出，最好家里有人陪着。伊娜来了，伊娜，库里申科的女儿，她一下飞机就到陵园去看她父亲了。我真没想到，你是韩小辉的孙子。我奶奶啊，总跟我们说，她答应您的事儿啊，就一定要做到。嗯，我们都老了，我下午还多人打听他，我们现在就叫他。今天啊，有点晚了，要不这样，明天一早吧。我知道我奶奶在哪儿。好的。嗯。
первое впечатление – это чувство необыкновенной благодарности всему китайскому народу,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у Китая, жителям Ваньсяня особенно, где помнят, чтут, берегут памятник отца. И чувство огромной удовлетворенности –